右上方关注，收获电视剧扶摇最新资讯。本文原创，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，违者必究。图片来源：扶摇电视剧截图。还记得豆叔曾经在文章中写过，我们杨幂换完18套衣服就会扶摇直上90000里，冲破云霄。杨幂真的是太美了，可以驾驭女仆、女将军、女侠客、女刺客、仙女、皇后、大王、女君，这些角色各有特色，但却有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美。今天终于大结局了，杨幂却换了超过20套衣服。不过这结局相杀的那一幕太苦了。本豆叔莫未明，扶摇在长孙无极的桌子上找到了一封很独特的情书，上面似乎描述了相思之情。扶摇边念边走，在动情之时还很撩人的用后背上靠住了长孙无极。显然我们阿瑶要吃醋了，杨幂将吃醋女孩演得超可爱。阮经天很深情地用手撩起了扶摇的下巴，哈哈，在长孙无极的逼迫下，扶摇承认吃醋，你是我的，我怎么允许你和别人？话都没说完，长孙无极就直接封吻了。好甜，终于在一堆玻璃渣中找到了杨幂和阮经天的糖，这或许是黑化前最后的糖，之后就是飞烟用自己的生命献祭，让扶摇亲手杀了自己，解除他第五重封印。杨幂黑化好吓人，直接六亲不认。阮经天也好可怜，还担心丫头冲了上去，却被扶摇一把捏住脖子。刚刚打开第五重封印，扶摇就不认识长孙无极，对他大打出手。在幻生殿的那一幕，杨幂和阮经天演技完全炸裂，连屏幕都无法阻止这样的演技。窦叔不得不对两人说，夫妻。杨幂将妖女演出了鬼片既视感，吓坏了大家，而阮经天则是将痛苦演绎到了极致。扶摇对长孙无极第一剑就是刺进了心脏附近，然后我们就看见长孙无极在长青殿中被吊打，随手一挥就打到了柱子上，连刺带砍，长孙无极身上无数伤痕。但长孙无极没有放弃，不断地用过往的回忆去刺激扶摇，他用自己的真心唤醒了扶摇。扶摇终于在重伤长孙无极之后清醒了，他毕竟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阻止帝飞天复活，所以就干脆选择自杀来湮灭帝飞天。看到扶摇和长孙无极互相残杀，真的好心疼。据说当初杨幂和阮经天对这段戏的时候，阮经天晕倒了5次，真的是很敬业的影帝。红尘一世，长孙无极看破了一切姻缘，只为等一人出现，那便是扶摇。之前有人编造的扶摇和长孙无极生了3个孩子，果然都是骗人的。结局中的长孙无极和扶摇一起，但是并没有生孩子。长孙无极背着扶摇转圈圈，还调侃扶摇说，你又胖的。阮经天最后对杨幂说的那些台词都是经典，小伙伴们快去记下来吧。但唯一人骨天堂炼狱，苍生谁都不能阻拦，或许这就是爱情该有的样子吧。感谢杨幂、阮经天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扶摇。